上班了，上班了。开机台。我又是第一个来的。这台是五轴，这台是四轴，这台机一直都是我在开。它这边一直做的都是原件。机做的这个功率，这个不好做。这是昨天做的功率，还没有做完。这个是用刀棒定位做的，用三个刀棒，然后定位就可以了。上午这个四轴机就做了这个铝件，两个面，然后有一个 2.5 的金孔，是用绞刀绞出来的。试一下，这是 2.5 的 pin。下午这台机做这个工件，这个是铝的，料也不大，一个小工件，看这个料就这么大。然后我们现在找刀，找刀具，开始干。这个只做了一个面，就快下班了。明天周日不上班，星期一再干吧。又要下班了，明天聊，明天再给大家拍视频。